任性，开除世界冠军，和结发妻子分手，娶自己小22岁的漂亮女弟子。众所周知，我国所有运动中最擅长的就是乒乓球了。可以说，乒乓球是我们国家的全民运动，上至70、80岁的老年人，下至刚入学的小朋友。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，不说精通乒乓球，但是最基本的打法和规则，应该说众人皆知。普通人尚且如此，就更不要说我们国家的专业球员了。我们国家的各位运动员们在国际上的各种比赛中，都展现出了他们不菲的实力，也是为祖国挣足了面子，拿到了不少奖牌。像男乒的刘国梁、张继科、王浩、王励勤都是世界冠军。而女乒同样也有很多优秀的选手，众人熟知的邓亚萍、张怡宁、李晓霞、郭跃等都是世界冠军。热爱乒乓球的人应该都知道，一个好的球员不仅需要勤奋的练习和过人的技术，更重要的就是还要选对自己的教练。一个好的教练和一个好的球员搭配在一起，才能所向披靡。像男乒的刘国梁教练就是一名非常有威望的教练，他从事教练职业已经有许多年头了。